OK。而且他神掌是给他什么？首先放着，对不对？对，手放着，头顶上去。头顶上去，然后手挂在脚上。对，先放一只，再放另外一只，然后再慢慢脚离开地板，然后就可以脚缩起来，然后往上抬。对。然后屁股要离开。嗯，可以，可以的话，力气就是靠自己的肚子把自己的整个脚撑住这样。然后下来的时候就是一样，变成。你不说这样可以要看多少秒吧？对啊，看看你可以多久啊？对啊，因为你有靠在墙上啊，如果没有靠墙就比较没办法那么久了。哦，你是脚。对，完全不靠墙的话就比较难一点。哦。啊，大概有30秒了吧。哎，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困难的。就对啊，因为靠着墙啊。那我这个跟你没有用头靠一差。啊？这个简单。对啊。那。你好，你稍微离开一只脚就好，一只脚，哎，对，啊，应该讲说一只脚举到中间就好，哎，对，这是中间吗？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身体中间，然后换另外一只脚，换另外一只脚，对，啊，等到你两边都习惯，就看看可不可以两只脚都起来一点点。两只脚的话就要靠肚子了。一点点就好，你不用太多，一点点，想办法一点。肚子往前走一点。来，有，刚刚有离开一点点，就大概哎这个感觉，对，没错，离开。哈哈哈。就是你缩的时候要